铺9月12日旭日新快报报道，国足下一阶段热身赛的第一场比赛已经敲定，将于10月13日在南京与印度进行一场热身赛。此前两场热身赛全部打满全场的吴磊、冯潇霆、严俊令应该已经确定成为了里皮的主力人选。北京时间昨天凌晨，国足结束了这个国际比赛周期的第二场比赛。整体来说，热身赛一负一平的成绩不能让人满意。很明显，里皮治下的国足仍未确定基本框架，接下来仍要继续试验新阵。此行西亚，国足一共带去了23名球员，除了两名替补门将曾诚和张璐之外，其余21人都获得了出场机会，其中有16人至少首发一次。不过两场比赛都打满全场的只有3人，分别是守门员严俊凌、中后卫冯潇霆以及前锋吴磊。如无意外，这三个人就是国足主帅里皮心中的主力人选，因为阵容和阵型还处于摇摆状态。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，里皮仍然需要试用新人，同时继续试验新阵。下一次非得比赛日，国足只确定了一个对手。10月13日，国足将在南京交手印度队。以国足尚未成型的框架来看，只是约战印度队必然远远不够，里皮还需要更多比赛对球队进行实战检验。